真拉了。新大军，我能不能点三千？你这点不点？我不行，我忽略你刷钱，一会儿我给你退回去。我就说我生我，谁的气我也不生，谁说我拉了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新家军气。咋那会卖单呢？那跟那农村老太太似的，谁家有事上谁家，谁家做喜你都去。那你们老卖啥单啊？我跟你说，平时我不开播，你们卖单就卖单了。那我阳开播了，你们咋还不回来呢？感谢山东雷少，感谢雷少，感谢这个叫领悟，感谢领悟刷来十个皇冠，不使的。我非得我给你操作一下，操作一下，你就回来了。啊！我教你们快手怎么做人气啊！我跟你说，说正啊，高迪，能拉倒就拉倒去吧。要你俩，我给俩赶出快手，我叫你俩半壁江山。消去，你听着吗？拉我去吧，给不给华强的面子？哎呦，操！哎呦，我狠了，消气啊！别闹，拉了，毕竟拉了。现在我说话都没有底气，以前我也不这么喊的半壁江山，现在咱也不知道怎么气质没了。感谢啊，先生长得帅，我跟你说，唠到帅。在这快手上，你们说可能说我没有高迪长得帅，我没有那个韩琦长得帅，我没有我徒弟廖阳长得帅，没有吴迪长得帅，但是我比不比我驴哥长得帅？我比他长得帅不？颜值这一块，那在快手我谈不上第一，但是前三肯定有我的位置。才艺这一块，喊麦虽然说喊的不好听，但是我会。唱歌呢，虽然说唱的不好听，但是我也会。社会摇可能说我跳的不咋利索，但是我也会。新大军爱我不爱？怎么那么不要脸？甭管说我先生在别人的眼中变成什么样的，但是我新大军依旧爱我。可能我在这些黑粉包括别人家粉丝眼里我是弟弟，我是爸爸，但是在我新家军心里我永远都是第一。我不喜为爱心怕婚姻特点。二哥这两天让三哥你做让三哥做两天你去吧。三哥这两天拉啥样？我想说外边是狗脑袋打掉猫脑袋，打成猫脑袋，猫脑袋打成狗脑袋，我不管，我只想说给我新家军一片净土。如果说新家军，你们感觉我们这么活的太安逸，没有什么激情，没有什么澎湃，你们跟我娘说呀，我要个半壁江山。多年的兄弟，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太多太多不容易，磨平了岁月和脾气。时间转眼，我这话不吹啊，我这是拉了，我重新拉了。哎，新家军，你们要说好日子过了，过到头了。咱们要个半壁江山就完了。三个宴席，只因为我们还在。快手前三十名，旅头开始磕，从第一排到前三十，排到三十。我天天我连着一个月，我今天我干他，明天我干他，我天天都有话题，我天天都有人。我说对不对？对打对人，我不想过那种生活，不想拿别人说事儿。抛开天佑，快手我是第一个直播间干到五十万人的，对不对？好像不对。反正我是挺早的，完了我又干个85人，完了方丈干个120万人。心留在原地，张开手。甭管哪地，我相声在这个快手上我立没立下汗马功劳，我相声在这个快手上我却没创造过奇迹，创造过，因为他要我半壁江山。多大的勇气，这片土你我一起撑起。我新家军早已看破了输赢，跟我斗就让他赢，如何？我们只想安安稳稳，好好的珍惜这份感情。变得我们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我跟别的网红我不
行。我一想，哦，感谢老齐刷来皇冠，我今天晚上有点饿，该说不说的。我这会儿肠粉也挺狠，我面临的啊，莫尘来了，你啥时候进来的？刚来啊，好像闪现进来的，干到我跟前。我跟你说句话哦，可能说六万一有点拉，但是你记着哦，我讲两句。我徒弟莫尘这不是卡了。如果说谁要是说跟我俩走那些没有用，我觉得我让莫尘开直播就咬他，你说这远。棒！我帮助你啊！帮你打下半壁江山，知道两下吗？哎呀，莫尘，棒！哎呦，我这谁好眼傻了？莫尘，你往前方望去啊、哦！你看前方，那便是朕打下的半壁江山，那不窗帘吗？别糊涂了！我跟你说啥事呢？咱老七刷来皇冠啊、哦！可能我现在没有话题，我徒弟才能跟的安静，但是你徒弟。不是你徒弟、哦、但是徒弟你师傅逛了天我也说点事儿出来。妈快手现在谁火了没听过还是你火。那你不能打自己打自己快手谁火现在谁直播间有人气我打你吧谁直播间厉害呀干啥你是你们过来干啥来了你抄家来了快手现在谁有人气我哥。你们等会儿别闹。方丈啊高迪啊。方丈那个秃驴。文龙画虎的，磨沙沙的，咋咋呼呼的，咋的呀？怎的呀？别闹！天佑，天佑，你屁眼儿，跟我这儿没有画面，别提了。你排得起的，你排得起你乒乓球，你排得起你象棋，你军棋的，他不是我徒弟吗？以前。现在火了不给我做出师门了吗兄弟现在不我俩不哥俩吗你现在我俩是兄弟我排我杨我是他杨他是我排你给我唠没有用的我排我不能说他说谁我不能说他高迪他不还阴就对那个吗我跟闹的人都是关系要好的要不我说他能不挑理能不生气吗你看直播间上人了来接着说还谁火了还谁火把直播间给我做十万人往上你给我整场煎饼我给你关注谁火呀啊乒乓球乒乓球是谁呀哪单位的啊排位起要你别老说我排那是我弟弟怎么给我直播间买是我弟弟你是有点不要脸吗别跟我